办公室的创办人，台湾国永远的志工洪献杰，来为咱讲出今仔日升旗伊的心声，咱的心愿。咱来自台南嘉义的老祖，欢迎本会林金泉县长、高秋华会长、副团镇县长、邮局会长、鹿港门票会长。我们的县长，李林主任会长，咱台中港区化编委会长，台屯区会长，台里台湾县长、分会长，咱苗栗马祖台湾陈立农召集人，来自桃城宜兰分会长。罗东马上会长，台中咱台联老一点副秘书长，台票民进党江议员、江志明议员、咱阿东议员，咱当地社长、社长。北社李传志秘书长，咱台国甲咱六中八年律师，咱台民族党尤东杰律师，咱台新会尤桂茂理事长，全国这部分，咱上尊敬的，一生打拼到了建国，这偌久以前，台湾伊勇敢的身躯。TV 公司的演讲两个月回来，数量好以上。台中积极投入，会祝福台湾大好。好、哦。各位，为着要建立。咱中国做主人的信心，咱2005年9月7日，在大声推动俄罗战的文化，咱推动6、7年来已经形成社会的共识。各处拢在讲赞，参 Facebook 嘛讲赞，参迄个老师弟嘛在讲台湾加油赞。各位，老师弟都是对家己要连任无信心，所以。暗路、行路，无时时啊作难。你可用对上，加油对白，来发台湾加油站。你过来骗台湾人的选票。啊，4年前，你讲伊烧变成骨头嘛是台湾人，骗济济台湾人的选票。这届，莫过来骗。咱是台湾国战，是正港的。伊在台湾加油站，伊要甲咱算选票、骗选票，大家莫过来骗伊，对无？对。各位，各位好啊！来，老花好来喽，把手举起来，压力开始，手举起来，压力开始，大声喊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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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手，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蔡
咱党国办公室甲民进党的关系，甲蔡英文的关系，就是蔡英文为了要选票，为了要伫中华民国体制内摕到政权，所以伊心中的理想袂当完全讲出来，由咱党国替伊讲出来。譬如讲，伊伫英国拍竞选广告的时阵，伊甲咱讲，讲伊是台湾人，叫蔡英文。咱了解。蔡英文心中所想的跟咱同款，伊心中要讲的，就是我是台湾国台湾人，我是台湾国蔡英文，我是台湾国的后面结果，所以伊是白面的，为了要选票。咱乌面的，民进党歹势讲的，蔡英文歹势讲的，咱就大声替伊讲出来哦。各位，咱距离已经第七年的选举啊，咱距离选举主题，而且祝民投票，祝国建国。蔡英文讲台湾 next， 咱个所谓就是台湾国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咱从即马开始，要推动自民投票、自国建国。若个马英九连任，那是无可能。马英九从体制内了拢讲土的，一句话公道都无法度啊，都无袂当有咱来公道，伊更加更加无可能。无咱体制外自民投票自国建国，所以咱一定要支持进攻台湾。你台湾最值得，你值得我人才蔡英文来当选台湾国的总统，维护台湾纳税人的政权、公权力。安尼，咱才有完成，有可能完成共同目标。安尼，才有可能来推动自民投票、自国建国，对无？各位，咱知影蔡英文选举主流诉求，就是台湾共识。台湾共识，就是台湾国、中国，是彼此国，是两个无共款的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对无？台湾共识，就是台湾人的前途。由2300万台湾人来决定，台湾人要建立家己的国家，叫做台湾国的共识，对无？对。台湾共识，就是台湾人要当家做主人。台湾伫这块土地生存，是命的阮共同体。台湾利益优先，大家要。向国际发声，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对无？对。各位，咱今仔日，咱要全力推动蔡英文明年九月十四，咱要用中华民国的身份，咱要用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来选蔡英文。来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来管理台湾人的财产生命，来为台湾人
花台湾人的纳税钱，占了我别开。咱老话，外国人摕了捐款，你都把台湾纳税钱当作阿卡我别给人开。所以，咱消灭了中华民国国民的新闻，选蔡英文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另外，咱经过古今战略，经过大纲合约第十条，咱有另外一个新闻，就是台湾著名的新闻。台湾著名经过联合国核准，咱有著名出国权，咱有也未享受。所以咱下步就是这，咱来实选台湾国的总统。我希望下步开票的结果，下步选总统的台湾国总统的结果，就是选了台湾国总统蔡英文，叫这个外国人马英九都会落选。阿来为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总统来管理咱台湾人、台湾国民，另外用蔡英文代表台湾国总统来行使咱台湾居民的主权，来个人的主权，安尼好。所以，咱今日就要公布当选台湾国总统的人，咱要来甲邀请，明年九月七日是拜六，大家拢放假，拢休困。明年九月七日，还要发动十万人来吃来升旗。咱明年九月七日，咱下面来邀请今日当选台湾国总统的候选人，应该是蔡英文总统。咱要邀请蔡英文总统，明年九月七日来吃参加。十万人升旗典礼，一大会主席，好，大家拍拼，台湾马上到，咱有希望，一定建立台湾国，做伙拍拼，好，台湾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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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谢，祝各位身体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多谢。